在特别红的 Jackson 他是一个混血，妈妈是中国人，和他都参加过综艺节目。比较起 Jackson 精致立体的五官，妈妈长得比较普通，而他的爸爸就比较神秘。不过有细心的网友曾爆料出 Jackson 他爸爸的照片，给人的感觉很帅气迷人。除此之外， Jackson 还有一个哥哥叫周泽熙，和他一样也是一个小模特。这几年之中，因为 Jackson 长相很多时候都是男扮女装，他的妈妈也表示自己的孩子已经逐渐开始了意识，不能继续在性别模糊下去了，希望恢复他的男孩角色。的确，很多网友都觉得 Jackson 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识了，不能让他混淆自己的性别。也有网友表示 Jackson 和哥哥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段了，应该让他们多去学习知识，而不是让他们到处拍广告和参加真人秀节目来这样过度消费他们，应该给孩子们一个无忧无虑纯真无邪的童年。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娱乐圈之中哪一位小童星啦？